继续来看民进党立明仔载的中执会要来处理初选的事情，赖清德不断来话话爱党中央清气选举，赖清德嘛再一次来强调，讲就算初选过来延长，嘛一定会选到底，未来退出。伊当时来澄清讲，今年的三月，伊并无甲蔡总统讲伊不爱选，讲有可能是总统也则是无聊讲白贼。说谎或幕僚说谎，这是很严重。这是事实啊，不好意思，这是事实。赖清德连讲两摆，讲白贼是事实，听落来要讲个清楚。总统三月中来到台南，有亲自问过我，要不要选总统，我答复不选，介意说我违反诚信，但没有这个事情。一定有人说谎，我有责任，为自己讲公道话。要讨回公道，唔啦，针对蔡振年嘛，针对民进党党中央，就是希望讲初选已经到第三摆协商啊。双方振年对初选意愿伫超未平，手机民调占偌济，对比民调，敢要纳入台北市长郭文天，明仔在中执会就会决定。如果认为说啊，你拥有多这个多席次的中执会，然后呢，你可以制定这个游戏规则，然后呢，就跟社会讲说，这个也是民主，只不过是让民进党陷你不义而已。就算有意外，伊的话嘛讲甲真白。被延长时间的话，你会退出吗？我不会退出了。为什么我要退出？那我一定会坚持下去，我不会退出。伊嘛在讲中执会内面，伊本身的战友无济，初选的时程恐惊又搁变盘。罗清德伊自细汉的做游民，德不孤必有邻，自我加油，持续伫个谣言中奋战到底。